扎的粉这样子，有一个接种。打完以后呢？对，就类似黄，打完以后交给他，对，交给病人，是。对。对，他今天会填上三张，一个是意愿书，一个是同意书，这样。比照小孩子打疫苗的接种黄卡的概念，自行留存。对对。打完以后自行留存。对对。病人自己。但是我的理由，我们小孩子哦，那个疫苗是一个，那我们要全国的一些。有的有的还是自行留存比较放心。对，有从医院去找。但是全国有没有的一些？然后这次他有接接 API。小孩子的应该有全国。对，然后这次我们会接接。小孩子打的有没有全国的？小孩子的有。对对对，多打大概十二，大概6.5cc 这样子。对，那因为会有那个排空的部分，对，尽量减少0.5cc。0.5是。12×6cc， 那里面是多少？没有真正算过。对，因为这是第一批的，这是算到那个让你最抽12是不是？对，标准你要抽到理想状态，理想是。对，但是包括那个空针的头，对，针头的空针的头就会有 residual， 然后针头又有一个 residual。所以呢，对，所以你抽出来，就算你真的抽0.5，可是打出去打不到0.5，所以你要比0.5。我们流感是不是0.5一瓶能取的。他直接就对，直接就是一剂，然后对对对，就是一瓶一半了。他这个现在就在抽的，要用抽的，对。每次抽0.5，啊，这个是每次抽0.5，因为看起来0.5是。这个交代的这些五分钟，然后等电话要休息，休息大约30分钟。不用压吗？不用了，不用了。不用压，他说那个是不压。不压的话，一秒先看，因为没有痛啊，那没有。